佛法与养生，给大家谈谈佛法养生之道。你们要经常观想，就是用自己心里的眼睛来看自己的身体，对身体非常有益。观想头，经常观想自己的头脑非常清醒。人的头脑一定要清，常言道，头脑要清醒。观想心，经常观想自己的心是红色的，心是被血包围着的，血是红色的。观想肺，观想自己的肺很白净。当你观想自己的肺时，自己感觉很白，这个肺会越来越好。抽烟、肺积水、有炎症等时，肺是黑色的。观想肾脏，观想自己的肾脏是温的，肾脏一定要保持温，不要让它过热，过热或过凉，泌尿系统就会出问题。观想经，经要圆固，指男性，女性讲的是精神，男性讲的是经。经圆固，这个固不是真正坚固的固，是要用你的元神守住你的经。元神很重要，许多男人的眼睛没有光亮，无神，其实是经已经不好了。经不好就影响神气，即经不固，神不爽。男人如果不动坏脑筋，他的精力就会很旺盛，这个人就有精神。眼睛没有神的人，实际上他的精就不固了。观想胃，经常观想自己的胃很和，即很平和，平时不能吃得过多或过少。观想肝，观想自己的肝很舒畅。中医上常讲肝气不舒，就是说不舒畅。肝很重要，肝是造血的，所以肝一定要疏，胆石一定要消，经常观想消掉胆石。医学上讲，一个人经过20年后，胆一定会有结石。观想肠，经常观想自己的肠子很柔润，如果肠子不润，一定会有病症，所以肠子要永远都很润滑。观想脾脏，经常观想自己的脾脏很健康，脾脏不健康就会带来很多后遗症。总结起来就是，头清、肺白、心红、肾温、经圆固、胃要和、肠要润、肝要疏、脾要健、胆石要消。大家要经常想，五善养五浩然正气，浩浩乎色乎天地之间。谁都要养自己的气，但一定要养自己的浩然正气，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，接天地之正气。我们人脚踏在地上，头顶在天上，接天地之正气。做人一定要有浩然正气。怎样念咒有效果？念咒语其实就是念经，短的称为咒，长的称为经。念咒语要清净语，要无量意，要密不可意。念经要念得干净，心要安静，经文要听得清楚。心静的时候，念经的效果最好。用无量意念经时，你的意念是无量无边的。为什么经文不一定要去理解它？因经文密不可意，密不可解，它像一个密码一样，不要去
理解它的意思，只要照着念就可以了。菩萨的心咒不是凡人能理解的，犹如发电报的密码，不用知道为什么这几个数字要放在一起，是什么意思。如果理解错了，反而会影响念经的效果，只能音译不能意译。经咒都是菩萨的真言，怎能用人间的智慧来解释？念经的人千万要记住，只能音译，如字的发音。高僧大德给你们讲解的经咒，也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含义。菩萨经咒的真正内涵，能有几人理解？每个人念经的效果为什么会不一样？第一，因果不同，业力不同。因每个人的业力不同，念经的效果就不同。造孽很多的人，念经的效果就不好，即业力越深，念经效果越差。第二，意念不同，念经时脑子里想的东西不一样，念经的效果就不一样。如果念经时脑子里乱想，杂念多，念出的效果就差。第三，音声海不同，念经的声音不同，传出的声波不同，念经的效果就不同。念经的声音要像洪钟，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汹涌澎湃。譬如身体不好，念经时就没有力量，没有力量，念出的经就没有效果。如果你很开心时，就会越念越开心，念出的经效果就好。开口念诵，当嘴巴开始念经时，眼睛要睁开，因为你要把你的想法、你的心、你的灵和自然界融为一体，也就是说要睁开眼睛念经。因经文是接天地的，让你自己与自然融合为一体，然后你的眼前会呈现出一片光明。因此开始念经时先把眼睛睁开，然后慢慢念，慢慢把眼睛闭上。念经想要有效果，就要念到身心俱旺，也就是说念到心不去想，身体也没有了，这时不是你自己了，就会和天地融为一体。怎样念经才能起效果？一，要对症下药。你念的经不对症下药，就没有效果，没有用。二，要放松，要安静，要微笑。念经要念到法喜充满，要念到心花怒放。三，要观想，听声音。观想就是念经时思想集中，观想观世音菩萨，然后自己听自己的声音，听到自己念经的声音，脑子就不会乱想。四，金光万道上身，要把菩萨的光照着自己。你们这些徒弟念经能想到金光万道？要把菩萨的金光万道全部接到自己的身上，照到你的肺白心红，这就叫现实与佛法结合起来应用。智慧像一团光，人心散乱不易成状。你的聪明才智实际上就像光一样是一团，如果散乱了，杂念多了，就不可能有智慧了。要想有智慧，这个心必须要静，心静才能把智慧之光
聚集起来。